这掺在一起要了一斤啊，这一盘是110。这两天卖水挣钱了哈，拉着俺娘来到这个青族镇来吃驴肉了啊。问了这个卖吃的苏老板，他说这个驴肉青族了镇上有个好吃的，能去吧？开车到这边这跑了多少公里了，小亮？20多了吧？20多公里了吧？啊，还有10来多公里了啊，有点远了啊，就是啊。这个驴肉好吃呢，好啊。你这你也没上过学啊？俺家没上过学，也不认字儿啊。从小拉把俺那个姊妹四大都是，这一辈子不容易啊。咱不说这个吃遍中国吧，濮阳好吃的特色都得领着俺家尝尝啊。中不中？中啊。好，走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
这多少钱一份啊？3块。3块啊。2块。好。真是俩好啊，吃肉配的这个酒香。哎呀，确实不错。嗯，这些什么？这吧，人家很好玩。荤素搭配着，要了一份这个调料凉白菜。新娘，你跟小李那俩一家一块儿？啊？不啃了。豆豆。咱们吃啥？咱们吃肉吧。哎呀。这骨头的肉香啊。来一口酒。哎呀。吃完驴骨头咱再整点驴肉汤。哎呀。配上这个这啥饼，这是炸的。啃了骨头再尝尝这个肉呢。尝完了。嗯，吃咋样？好吃，多。啊，吃呗。啊。王老板结账啊，王老板。怎么样？下回还来不？还来啊，中。大家感觉这个在这里吃一顿得花多少钱哈？这个骨头还是我提前打电话留的呢哈。哎呀，啥也不说了，咱现在回地方哈，还得接着挣钱，只有挣了钱才能吃好的啊。下期见。